近一次作品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，祝你们高中弟弟回来了，今天参加模拟考试累了吧？来，姐姐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。还有啊，有你最爱吃的水果，都给你准备好了呢。吃完饭，洗个澡，记得。对了，别穿那条会勒得很紧的内裤哦，一定要穿那条姐姐帮你买的很舒服的大裤衩子，明白了没有？行，姐姐等你来啊。天热，也不敢开空调，因为弟弟等会儿要来，他刚洗好澡，怎么能够在很凉的空调房间呢？得顾着他呀。直接进来吧，别敲门了。怎么头发都还在滴水啊？哎呀，天哪，马上要高考了，你怎么能就怎么、啊、快过来过来，继续擦头发。真的是，哎呀，我身边又没有毛巾。先把衣服脱了，给你擦头发啊！幸好姐姐今天穿的多。乖啊，马上就好。我看看还滴不滴水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真乖。好了好了，下次不要再做这么愚蠢的事情了，知不知道？都快要考试了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知不知道啊？懂不懂啊？来。哎呀，看你最近都瘦了，最近很累吧？那肯定啊，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吗？感觉怎么样啊？紧不紧张啊？不要紧张啊，姐姐相信。
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先躺下来啊。姐姐先把手先消个毒，好不好？姐姐自己先洗个手啊。要找一个你自己舒服的姿势，知道吗？就是你觉得你怎么躺怎么舒服就行。这会儿呢，大脑什么都别想，放空。放空，什么都别想。好香啊，姐姐擦个消毒的就觉得香了，笨蛋，你这张小嘴儿啊怎么这么甜啊。乖宝宝，好了，来，这个姿势是最舒服的吗？你确定？待会儿不要后悔哦。来，还是躺到姐姐怀里来吧。什么样的姿势啊，都比不上姐姐怀里舒服，对不对？啊，先给你的耳朵呀也消个毒啊。什么都别想，可以想想考试之后去哪里玩。好了，来，用粉扑啊，把你的耳朵多余的给擦掉。迅速地进入睡眠状态。在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光点，对，这个是青草的颜色，绿色的。舒服吗？舒服吗？
闭上，听到吗？今天晚上尽情的花里睡好吗？什么都别想，不要想考试，就想着，我现在好想睡觉，我好想进入深度的睡眠，我想有一份好的心情，我也想有一份不一样的状态。去参加考试，要让自己全身心放松，全身心投入的进入到考场当中，好吗？啊，真乖。姐姐最爱你了，你是姐姐的骄傲。帮你吹一吹，好吗？太乖了。知道你很舒服，姐姐给你按额头，额头是一定要按的。睡吧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信任姐姐吗？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只要你回头，姐姐都在你的身后。只要你难过，第一时间拥抱住你的都是我。想家了，也是姐姐。姐姐陪着你，姐姐相信你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好吗？你是大孩子了，不是小时候了。来，枕在姐姐的胳膊上睡吧。